你可能想不到，现如今的越南音乐已经崛起，这些刷爆全网的 BGM 都是他们创作的。看来华语乐坛再不努力，都要被越南超越了。越南歌手黄垂玲演唱的 Say Sim 最近可谓是席卷全网，歌曲动感的节奏配上小姐姐叮叮当当舞，直接在短视频创造了30亿次的话题播放。黄垂玲的歌呢，不是第一次在国内火啦。早在2020年，她发行的歌曲《Kap Gap Bagia》让一众小姐姐摇了好久的摇。年初，越南歌手曾维新发行的这首邪魅曲风的歌曲一度攻陷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后来黄龄把它改成中文版并取名为叹。截至目前，歌曲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除此之外，曾维新演唱的夜舞超强的律动节奏再加上口哨声，真是太绝太上头了。越南说唱歌手 Big Daddy 和 Emily 演唱的 Osabi Hong Lak 本身是一首节奏不快的歌曲，传到国内之后经过魔性改编，腿都快摇断了。除了以上几首，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还有哪些好听的越南电音吧。让我们下期见，拜拜。